行了，已经惊动小鬼子，赶紧跑吧！ 回皮货行，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别走大路。快走！快走！队长，啥人啊？这是？没事，回去咱们再说。 李队长，休想的抓到没有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，我们再去别处搜查。继续搜捕，嘿，马队长，走，走，找他娘的，给我烧死了去！逮着王六傻，放火了，狗子让回来，把你们撇，滚！ 这不厂家吗？和你疯了，在那追上了，跟你们较什么劲啊？快开门！何叔，哎，你不支持？何叔，我得进去躲躲，后面人追我。一会儿再跟你说。快快快快快！这边就是，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！ 别进去！哎，不能走啊！你不能走啊！这，哎，不能走啊！老子一声不吵就不走啊！烧！给我挨屋，给我搜死去吧！搜！兄弟，兄弟！
怎么了？这是深更半夜的，跑来我家干什么呀？搜查八路凶手。搜八路凶手搜到我家来了，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这大小姐还挺横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八路在镇上杀了三个黄皮，皇军下令挨家挨户搜查。对不住，我们是在执行公务，请你行个方便。走！看你们谁敢！你说不搜就不搜啊！别站住！不搜！把人放开！哟，李队长！报告李队长，混账！瞎了你的狗眼！敢到这儿来撒野，你不要命了！你们这帮兔崽子，给我听好了！这是皇协军常大队长家的宅子，眼前这位就是常大小姐。你们这帮兔崽子，敢到常大队长家来搜八路，你小子几个脑袋？站住！给大小姐道歉。是，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有眼无珠，我真不知道。大小姐，我错了。赶紧滚！是。谢大姐，赶紧到别的地方去搜八路。如果让八路真凶跑了，狗子们怎么收拾你们？是，赶紧滚，赶紧撤。没事吧，小姐？我没事，还好你来了，不然这帮混蛋都要闯进我家了。赶紧把灯关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办。外面有我呢，赶紧回去吧。谢队长。树根。队长。今天晚上你留在门口，有什么事情应对一下，明天天亮了确定安全再撤回，明白吗？明白，队长您放心。山地左右，我走。怎么了？你们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实在是没有法子了，添麻烦了，我们马上就走。你们能去哪儿啊？现在这外面到处在抓你们，李队长在外面支应着呢，你们哪儿都去不了，在我这最安全。哎呦，我说你这臭小子！吴小三，我问你，你他妈长眼睛出气儿了啊？非说八路往常家大院跑，我挨常大小姐一顿训斥，还挨了李英杰一打嘴巴子。你他娘！不是队长，你都看见了，我估摸就是进里边了。你估摸你娘个头！等我回去再收你，走。